昨天直播一天，今天不会闪灵了。俺跟俺妈准备就从杭州直接就回安徽老家了，因为下来有喜事。俺大嫂那小孩不是满月了吗？准备再满月就我跟俺妈回去一趟看看。妈，咱给他买点东西呗。哦，那你看我们买的啥？这学校开一天，二天的话都买啥呢？有啥讲究吗？家里啥讲究呢？媳妇儿买点，没也不一样，买也是吧？就是咱俩把车走咱们自己的行吗？ 好，那咱去再给他买点东西去。妈，你看这边就是这套了。妈，你看这是咋样？红色的还喜庆。这咋样？红看。是吧？然后满月的时候穿，人家都来人了穿红色的多喜庆，好不好看？我看也好看。这个面料抹的确舒服的，就俺妈说嫌小，买个大的，等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穿了。 这个好看不？我也想着这个了。你看这边都是小帽子，好好看。但是这天都夏天的，咱俩给加厚的吧。这个好，小宝贝儿。俺家小宝贝儿。买多了他就记住我了，记住我是他婶儿。没多，没你也生一个。哈哈哈哈哈。俺妈又要想叫我再生一个嘞。这个。 这个也好看，那俩吧，走了。俺妈呢？等一下准备吃饭了。老板娘，咱明天再干钱去。是吧？老。好，妈妈。谢谢啊，走了。忘了吧你？好，再见啊。啊？那等一下再给大嫂买的事呗。管呀，你想走了？我哪时候过来呀？样子来过来的，我知道我过完月子在银行都不能看了，知道吗？ 我再给他买一个看。走。啊？你看这件羊多好看呀！这个。啊。这羊是啥？我在上面给我买，他买。好。孩子，满月，120多斤，能穿不？你想买的？嗯。我是他弟媳妇儿。嗯。他刚生完孩子。那也挺好，咱们直接关系好。一眼就相中了。这个可厚实。那是给你这个是M的，我给你。 嗯，给我拿去。给不了大嫂给洗完，你跟他没啥都不喜欢，他为什么他喜欢？就是要跟很好。他连羊都不喜欢。对他第一都喜欢。这个羊好看。那我好，这是有福了。是我嘞。走了啊。那好，老板娘忙啊。啊。已经到服务区了，咱不知道是哪个服务区，俺妈上个厕所去，好冷啊。这就冷。老婆冷不冷？ 俺们已经到家了，走，看大哥给起来嘛，等，行吧，妈妈。你看着。哎，大嫂，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大嫂，看看，奶奶回来了，宝贝儿，你看看，你看，长得快了，开心嘞，来，妈妈，高兴，看看，来。 哎呀，哎呀，真像亲人了，给嘞！神神回来了，是吧？月，给他看来个吧，给他个这里，这都是我的。哎，宝宝一哈，老早了，俺们宝宝都不用买衣裳了。你看神神买的，这么大买的，小妮买的，色彩大了。这个是我给他买的大一点，大一点哈，大一点都大一点的哈，看。 那你这个款，这麻的，这个我就想等一下买的时候再配一下。这个红的，这个行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是咱妈说的，要买大一点的，买大一点，它长得漂亮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俺妈穿成这个了，哎，这个拿大的，正常，我就这个。嗯，这个好多，上次买的还有嘞。这么多，上次买的还有嘞。 哎，天天，这也是咱妈选的，我天天看到得劲。你看我买的，你看我买的，你看我买的，还有嘞。我肯定给你买。反正小孩都有，我是你媳妇。我想让你等一下。穿的更好看。来，套套哈。他叫那个老板娘试的，我找了个给你差不多的，有点试的小试穿穿。你行。 挺好看，好看不？这颜色咋样？好吧。好看。耶，看到吧？好看不？好不好看？这是俺妈给听的给我选的，好看。来来，让咱们的阿姨们都看看，人家俺家小宝贝长得好看不？嘿嘿嘿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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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
要害羞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他的书是超人。俺回来就能考清华，能考北大，对，是不？你看这小书，就是的，还白，还长。来，谁是给个大红包来？哟，看谁给大红包？大红包啊！你看什么？就我的了。成长，平安喜乐，好不好？拿着拿着，哇，好，你也收五的来看了吗？喜欢来是吧？今个月是谁呢？嗯，两个小时，反正给这一个月你辛苦，也钱会找来找要钱，是，好，来，妈妈给你，好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，俺们开饭喽，好。